是当前航向，航速180，够了，收到。动三，准备重新组建补线网络，无人机下降高度500米，航速设置为150公里每小时，收到。 已做出相应调整，目标数据是否清晰稳定？我们收到目标数据。我们本就有着。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，如今又有了不逊于人，甚至高于人的武器装备，我们更有底气说出那句“为人民”。